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这组歌手呢，他们就是来自泰国，让我们一起来欢迎Do，有请。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跟我一起来吗？ทำไม่รู้มีสีอย่างนั้นทำไม่รับไม่รู้กับฉันทำเป็นมองผ่านไปทั้งที่เราก็พบกันทุกวันทำลึกลับอย่างนี้มันลามายึกยักอย่างนี้มันท้อทำไมกันละเธอทำไมเธอต้องแกล้งให้ฉันรอแบกใจมาให้เธออยู่ช่วยเปิดประตูรับมันหน่อยขอร้องนะช่วยรับเอาไปรักจริงๆเอามาทำไมเอาแต่มองทำไมเธอไม่คิดลองพูดจาจึงแบกใจมาให้เธออยู่ช่วยเปิดประตูรับมันหน่อยขอร้องนะช่วยรับเอาไปรักจริงๆเอามาให้เธอคือรัก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ทีนึงตรงมั้ยสวัสดีครับทีนึงตรงมั้ย好大家好我叫多萨克西我是泰国的歌手我也有中文的名字叫麦圣杰听懂我的中文你们听得懂对不对放心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这边参加这个节目下一首呢是我新歌叫
终有一天会签，有名字吗？终有一天会相遇。好，啊，你们听得懂很。我希望大家很快一天会找到你们的对象，好吗？สักวันคงได้พบกันสักวันก็คงได้เจอจะรอวันได้พบเธอและฉันนั้นมั่นใจเชื่อในความรักต่อให้นานเท่าไรไม่ว่าพรุ่งนี้จะเป็นอย่างไรสักวันคงได้พบกันสักวันเธอคงได้เจอจะรอวันได้พบเธอและฉันนั้นมั่นใจเชื่อในความรักต่อให้ไกลเท่าไรให้คำว่ารักนำทางเราไปกับผม一起来可以吗把手举起来 1, 2, 3, 4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มาช่วยแบ่งดีร้ายคนที่รออยู่ยังไม่ได้พบกันแต่ก็ยังไม่เคยเสียดายยังสุขใจพร้อมจะรอบอกกับใจอยู่แห่งใดใต้ท้องฟ้าใต้หมู่ดาวสักวันคงได้พบกันสักวันก็คงได้เจอและฉันนั้นมั่นใจเชื่อในความรักต่อให้นานเท่าไรไม่ว่าพรุ่งนี้จะเป็นยังไงเธอเองก็รออยู่รอคอยใครสักคนและยังคงเชื่อHey, come on.
ทางเราไปขอบคุณครับ谢谢谢谢朵给我们带来那么深情的演唱啊，谢谢。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边弹边唱，肯定是虏获了很多很多女粉丝的心。那不知道现在通过他这两首歌曲之后，他的排名到底是多少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来说，终会有一天相遇呢排名是第六位，其实呢还是有待提高啊成绩，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要看各位粉丝一定要多多的为他应援了。那当然呢，在我们的后台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歌手来到现场，然后一起来和我们的互动。除了有刚才的 XL 之外呢，现在我们又要来接受我们采访的这一位呢，就是刚才大家在下面有看到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然后非常非常深情，他的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叫董，有请。Hello， 你好，你好，萨瓦迪卡，萨瓦迪卡，你好。所以你的泰文名字就是叫董朵朵朵。那如果在学校里面别人叫的好玩一点，会怎么叫你啊？是不是朵朵 ？OK， 那哎，中文说得很好哎。哦，谢谢。是本身就会说中文，还是专门练过？不是，我有去台湾学中文一年了。有去台湾学了一年的中文，住在那边一年，哦，要学中文。所以基本上是我说什么中文，你应该都听得懂吧？我也希望这样，可是要不要讲太快。好的，没问题，我一定说得很慢很慢很慢，你放心。太快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下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弹幕都向你提问。首先有一个就是说你弹得一手好琴，这个弹琴是什么时候学的？哦，我3岁就开始学弹琴了。三岁，对。就已经会学了吗？对，是自己要学还是怎样？不是，因为我爸爸也是，他是 play guitar， OK， 然后所以3岁他就希望他就自己开始教我弹琴。到现在有弹多少年？现在吗？你要问我几岁，对不对？哎，我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我们现场适龄的这个女青年可以介绍一下，对不对？好，你猜吧。应该和我差不多吧。大概65。不是，我32岁，32岁，所以这么多年都一直很喜欢弹钢琴。对，我就3岁开始弹钢琴，然后10岁就开始自己写歌。对，那很厉害。那如果我考一考你啊，现场我请我们的 keyboard 老师随便的弹几个音， 你可不可以现场跟他和声，可以吗？可以。keyboard 老师给他来难的，准备好了，3、2、1，走。超厉害哎！我跟你说，因为我们前面其实有稍微的彩排过一遍，但是和这一次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完全不变的就是依旧非常的好听。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排名到底是多少位？通过这一轮之后，哇，排名呢是第6位，非常的不错，也希望能够多多的大家给他这个应援。谢谢。那么一共有3位，分别是莫名的眼泪和你的现在以及一笑奈何。我们来对着这个一起来感谢一下好吗？ Okay。 你现在也是带着角色的哦，看一下你是什么。哇哦，巨蟹宝宝，这么红哎！要 so cute， 要有那种 cute 的声音来感谢他们 ，so cute 那种。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好，谢谢大家。好，变成这么红。OK， 谢谢大家。我们的这个都是非常的这个 shy， 非常的这个害羞。如果说到歌的话，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来这种的话，他可能就对不对？对，还是有偶像包袱，不像我一样。对对对，什么叫偶像包袱？你不知道。对，好，那我们也希望你接下来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希望你的名次可以继续的往上爬，好吗？好好的，稍作休息一下，谢谢你。Thank you。 谢谢。谢谢。